个多少钱？黑店是。哎，老板，可以帮我把这个罐头打开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老板，这里有没有小霸王游戏机啊？这不用嘛，游戏机也可以玩玩这游戏的，看我都玩的就是了。点击左下角物贩游戏厅就可以玩啦！谢谢老板。老板，哪边？你该不会把他们的饭吃了吧？啊！哇，李小姐，你这样亮相太机智了吧！但是你车都没有，这么努力练习干嘛呢？我马上就去买一辆。现在长安汽车有免税购车节，6月15号1点，来我主播间，帮我拿进福利吧。简简单单的说，爱是不爱，想要把你忘记。好嘞，你别笑！